两岸统一的进程到了必须要突破的深水区。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与落实必然促成两岸的统一，因为啊，一个可以傲视全球、可供世界各国、可供发展中国家参照的成功模式，中国式现代化，当然呢是促进两岸必然要，也是必然会统一的催化剂。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对中国这两个字的自信。近十一年来，中国车、中国路、中国桥、中国网、中国港、中国商标、中国制造，一个又一个冠上中国称号的成就，正啊，在展出、发展、发扬壮大中，它内含着各方面的自信。